一石，二秀，三文浦，四四瓮为烟筒，烟筒生物质就是金木水火土，我家的水火派的。王家族谱上记录着王姓二十八世数万人的生平。甲和王如杰是第二十二代。我的爷爷叫秀勇，我的父亲是弟兄四个，我叫如杰，已经到七十八岁了。我的学生叫佩英，他今年两岁了。这里是王家的祖宅，也就是远近闻名的王家大院。王家大院坐落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北十二公里处的静生镇，素有华夏民居第一宅之称。这座历经三百余年修建而成的明清古建筑群，其建筑规模在十九世纪中叶一度达到二十五万平方米，是故宫的一点六倍。家是一个院，院是半座城。山西民间流传的这两句诗，说的正是王家大院。清朝末年，王家大院历经战乱饥荒，晋升王室已家道中落，王家后人不得已将祖宅陆续变卖。留存至今的四点五万平方米院落，在二零零六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那个补墙，就是那个补门上面有个横匾，横匾的写的就是“和补同宗”，就是一个补里边的都是姓王的。到了清代后期啊，这个王家经济有点败落，不是他把自己的院子卖给人家外姓人了。这里曾是王家第十七代孙王汝聪的敦厚宅，位于王家大院高家崖的东侧，始建于清朝嘉庆元年，历时十六年建造完成。王汝聪官拜正五品刑部山东司郎，其住宅层楼叠院，气势宏伟，显示出当时官宦门第的威严和宗法礼制的规整。宅院采用了下窑上房的营造技术，形成了一层砖窑与二层木结构房屋的巧妙结合，坚固、实用、美观。他们现在啊，已经走到这个老大王汝聪这个院子了啊。这个院子是典型的北方的那个四合院。这个院子里边呢，正面是主人住的地方，啊。两面呢，是他这个儿女住的地方，在这个上边是就是这个姑娘住的地方。这个院子里边就是典型的北方的这个窑洞式的房子。晋升王室由农及商，由商至官。鼎盛时期，在朝五品以上的官员多达百人，生意遍布天下，家族也日渐庞大。他们依山就势，建造宅邸。由西向东依序扩建，逐渐发展成现在的规模。不同年代的建筑相邻而建，大小院落随形生变。院内宅邸格局继承了前唐后寝的庭院风格，既能提供对外交往的足够空间，又满足了内在私密氛围的要求，功能一应俱全。这个是个水缸，水缸起的作用呢，它是夏天换上水以后呢栽个花盆，更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防火。一旦有火灾啊，用这个水就可以把这个火熄灭了。从高处俯瞰王家大院，一条南北向的主街将建筑群划分为左右两部分，三条东西向的横向将八十八座院落分为四排，横向通道与纵向的干道形成了一个王字。王家大院的整体规划和细节设计寄托了这个大家族对世代绵延的期望。你们看后边的这个啊，鬼域巨房为什么会多一点呢？这个多地方有它的含义，就是你鬼域多一点呢，就是麻花就少一点。1933年时局动荡，王家人四处逃难，
原本20本的老版族谱不便于携带，王白雪两兄弟从老族谱里删去了没有后代的族人，将其简化为一本，叫做《王氏家族要览》，分发给当时的王家人。而老版族谱终因战乱遗失。王如杰说，年轻的时候对家族延续、族谱规整并没有什么执念，反倒是年纪大了，一天天穿行在这祖辈留下来的一砖一瓦之间，总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要在有生之年把王家的族谱重新续上，让这个显赫一时的家族不仅仅停留在过去。原来老谱就是乾隆不止四年的这个老谱啊，它是20本的，这个叫全谱，也不是叫全谱了，就是男的女的赌记，这个叫全谱。这个事情呢，正好是我父亲从南京回来以后啊，他线下推门了，互相走动了，就在一家发现了我家这个老8本，就是乾隆不止四年这个20本的。我父亲呢就花了3斗麦子，就是我买下吧。父亲意外寻得的乾隆54年全谱，成了王如杰续修族谱的重要依据。但是从1933年修订《王氏家族要览》至今，已有近90年。90年沧海桑田，王家后人早已散居五湖四海。从，这个33年的修复以后，我家王家就再没有修。到我修复的时候，正好那些人还活得在世了。这个宗教呢，上边虽然没有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在上边的，是吧？这样呢，我就上下想连上了。开呀门嘞！王如杰一直没有闲下来，每一条线索他都不会放过，只要有可能，他都会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啊，请。我家都有孙子了，再去，有2个小孙子，就盯着我学一孙了。我今年已经78岁了，看来这个身体还行，这个思维还行。我在我有生之年吧，把这个祝福啊续上它就行了，是吧？原来的呢就寂寞不动了。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再有30年，是吧？他这个。他有他的名字，30岁他记得他爷爷，就能累续下来。我不愿意在我手里边就失掉断代。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族谱是记录一个家族迁徙发展和文化精神内核的历史记录。对于王家人，王家大院的祖宅是他们思乡念祖的精神家园。续写的族谱则是关乎身份、关乎根的血脉传承。这户通盖里边，这就是24孝里的汉奸跟薛云公墓。你看里边那个吧，是海马流云，那个是蜗牛穿越。任清文是三雕艺术的非遗传承人，和王如杰相识已有10余载。如果说王如杰寻的是王家大院的魂，那么任清文修的就是王家大院的身。三雕是木雕、石雕、砖雕的统称。王家大院之所以能被称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保存并修复了大量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三雕作品。这个作品吧，这我来的话有17、8年了。这个作品在这儿，这户吧，这通盖的人家吧，它是一个君子之交。它一个这个是兰花，这个就是这一户，这个就是为灵芝草，它就是君子之交。这户下边那个是幽红来意，有很多书词，这很多的通盖。这户作品吧，大概的需要1个月时间。我来的时候吧，他损坏的东西很多。时间长了，就是年长日久了，有些别说是木雕吧，它就是，它也是红吹，它就是红花了，已经是。2001年，
任清文和他的师父被请到王家大院，参与大院为时三年的修复。那时候的任清文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匠人，之后因为细致用心以及对传统三雕手艺的喜爱，任清文被留聘，专门从事王家大院古建三雕的维修保护工作。20年来，在任清文的努力下，许多艺术价值高却破损严重的古代砖雕、石雕精品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别的声音吧，叮叮的，不要这个巴扯巴扯的，要叮叮的这声音，这是它的材料就好。学好材以后，学好要做的图案，把这图案画这上去，画这上去以后，进行第二步吧。这是画这上以后了，第二步吧，用这电动工具把这多余的部分去拆掉。第三部分吧，这就是边切边画的，烧的刻，烧的切，烧的画。第四步吧，你看这就是，用这些这手把的这工具造着这开始进行雕刻的。计划书国家文物局它批复了，都是您雕的啊，有很多，也有是那日期的，也有很多是你雕的。你看照这上边很多很多修补了东西。这个一共就是专业油漆，上边有个铜锁，你看泡铜锁那边，这上边是一补料的一幕，我修补的这是。从初出茅庐的匠人，成长为如今的三雕艺术非遗传承人。任清文呵护了王家大院20余年，王家大院也丰厚了任清文的精神世界。我喜欢这儿的作品，喜欢王家大院的精致作品，确实不说话的老师，我也能谢谢工人的这些聪明智慧，他们做的东西吧，肯定是比我的强。我就谢他工人的这些风格。地上文物看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山西省坐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稳居全国第一。以王家大院为代表的山西古建筑群，不仅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也激发了年轻人的创作灵感。今年28岁的诸葛青家，是山西省福山县诸葛村的一位年轻画家。他用手中的钢笔为家乡的古建筑留影，五台山佛光寺、临汾古楼、常家庄园等，在他笔下，中国传统建筑的古朴与厚重与现代艺术的奇思灵动巧妙结合，在互联网上收获了一片好评。这些是我当时去那个王家大院拍的一些素材，是当时也是冬天嘛，然后阳光就比较明亮，对，所以回来之后画了那幅赤壁村印。画的时候其实还是这些，就比如说这些古建筑最基础的这些元素吧，像这些瓦当啊、滴水啊，还有就是这些木雕、砖雕之类的东西比较吸引我。虽然去过的地方不是很多，但是以后我会就尽量把我们山西都跑遍，毕竟就生在山西嘛，那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非常喜欢古建筑这一类，还有雕塑啊这些题材。2021年，山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秋汛，那段时间诸葛青家不敢看新闻，他生怕听到古建筑在暴雨中受损甚至坍塌的消息。这次我们山西这些古建筑受损之后，才让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山西有很多这样的高古时期的这些古建，虽然达成了这样一个让更多人了解山西古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这个方式确实是有一点伤感，还是希望自己从更多的正面的角度吧，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古建筑之美。7年来，诸葛青家用手中的钢笔为山西省内18座古建筑绘制了独一无二的肖像画。21年来，任清文走遍王家大院的每一个角落，修复木雕、砖雕、石雕400余处。王如杰寻访世界各地的晋升王室后代2000余人，王室族谱已记载至第28世。
王家大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从遥远的回忆中走来。后人用匠心和智慧，让伟大的建筑屹立不朽，将流淌的文脉代代传承。